送给大家一首福建歌曲，送给你们一首《九榜》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哇，今天和乐队老师很靠近哦，有没有看我比较漂亮？有啊，啊，老师人真好啊，送给大家一首《九榜》，希望你喜欢，谢谢。 刚刚主持人一点开心是不是？哎呦，什么意思？跟我主持人开心，他跟。